由7点走，你看我到而家都未翻到屋企，7点到而家系9点几啦。我点解天文台咁迟先宣布？上次台风小犬，天文台净系提早15分钟通知会改发9号风球，结果交通瘫痪，大批市民滞留喺车站。无论几时挂个波出嚟，天文台似乎都俾人闹。前台长林超英就为天文台抱不平，他认为挂风球只是显示香港台风的情况，各行各业都应该要自己决定怎样运作。有一个讲法，好像天文台那些风球改时间法，这个世界就没事的，这种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讲法。你每个行业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决定的嘛，你为什么会将个责任卸给一个要照顾全香港所有人的天文台去那个风球去就你这条铁路怎么运行呢？实际上天文台扯个波，你估真的能够定住个风的吗？冇的嘛，天文台那个不是定风波来的嘛。对于有立法会议员说大部分人都没有台风相关知识，所以需要天文台定一个标准，林超英就反驳天文台的规模没办法兼顾所有机构，批评相关言论不正确。